海清怀二胎，在医院被偷拍还浑然不知了。一娱乐1月11日报道，此前有网友在微博爆料二字女星怀二胎，昨天又有网友称在妇产科偶遇来医院检查的海清，尽管她穿着低调的一身黑帽子口罩也配齐全套，但还是逃不过网友的火眼金睛。有记者向海清工作人员求证，在妇产科被网友拍到的是否为海清，对方却一脸震惊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原来对方才知道海清被偷拍啊，被拍了。网友真的是神奇的存在，默认喜剧为真。1978年出生的海清可谓是女心中的一股清流，早早就和高中同学、银行高管老公结婚，个人生活十分低调。去年夏天她带儿子出门游玩，被网友拍到，大家纷纷惊呼，原来海清已经有这么大的儿子了。如今又怀上二胎，真可谓幸福家庭典范。本文来源网易娱乐，责任编辑陈少杰， B6952 分享。赞相关阅读 IU 庆功宴与路人亲戚合影，大方把别桌的账也结了网。易娱乐1月11日报道，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韩国金唱片颁奖礼于10日11日举行，歌手 IU 不仅获得了 Digital 音源本赏，更获得了音源大赏。他在致辞中感谢了所有工作人员，也俏皮地说待会去吃庆功宴吧。他不仅在庆功宴亲切和路人合照，更直接大方请在场所有客人吃饭。消息一传出，让网友直呼超羡慕。 IU 在10日的金唱片颁奖典礼中分别获得 Digital 音源本赏和音源大赏，他开心地在台上感谢所有喜欢叶静的人，也将这份荣耀与作曲编曲家共享，再次感谢 IU Team， 现在应该比我还要开心吧，待会去庆功宴吧。在典礼结束后，他们也到首尔某烤肉店庆功，原本就在里面的客人看到 IU 很是惊喜，上前请求合照，也获得同意。光是和 IU 合照就已经够让网友羡慕了，结果11日出现一篇题为听说 IU 竟吃肉了的文章，仔细一看内容得知，认识的妹妹和朋友在烤肉店吃饭，结果发现隔壁桌是 IU。那间店原本有三桌客人， IU 得了大赏在庆祝，连在场客人的账单也一起付了，太羡慕了。本文来源网易娱乐，责任编辑张月， NBGS 5410分享。赞相关阅读舒淇感慨人生横逆是必然，衣着宽松变佛系女时髦。易娱乐1月11日报道，舒淇在微博晒出一张照片，称把人生横逆当成是必然，以及是上天给予的一种游戏，并贴心标注是重生一书中的语录。照片中舒淇站在一幢古建筑门口，穿着长款黑色羽绒服，戴着帽子护耳，全副武装。她微微扬起头，面带笑容，似乎是在凝望蓝天白云，柔和暖阳，超有气质。本文来源网易娱乐，责任编辑张楠， NK4501 分享。赞相关阅读小 S 工作至凌晨头发凌乱，调侃很美天理还在。来源网易娱乐，1月11日凌晨，小 S 在微博上晒出两张照片，称腰真的要酸死了，人却还是这么美，天理还是在的。照片中小 S 素颜出镜，头发凌乱，
摆出一个标准的微笑，面对镜头俏皮地眨着眼睛。有网友在评论里说，一直觉得你很美怎么办，小 S 理直气壮地回复道，试试啊，干嘛反对。分享赞相关阅读讲新微博晒照头顶柚子皮，自砍是不一样的品种。来源沈窗综合1月11日，蒋欣在微博上晒出一张照片，称天冷多穿衣，出门戴帽子，别冻坏小脑袋，还调侃自己是不一样的品种。为什么蒋欣会这么说？原来照片里钉在他头上的并非是什么帽子，而是被切开成几瓣的柚子皮。他还摆出一副滑稽可爱的表情，令人哭笑不得，大呼会玩。分享赞相关阅读舒淇感慨，人生横逆是必然，衣着宽松变佛系女时髦。一娱乐1月11日报道，舒淇在微博晒出一张照片，称把人生横逆当成是必然，以及是上天给予的一种游戏，并贴心标注是《重生》一书中的语录。照片中，舒淇站在一幢古建筑门口，穿着长款黑色羽绒服，戴着帽子、护耳，全副武装。她微微扬起头，面带笑容，似乎是在凝望蓝天白云、柔和暖阳，超有气质。本文来源网易娱乐，责任编辑张楠 NK4501。 分享赞相关阅读小 S 工作至凌晨头发凌乱，调侃很美天理还在。来源网易娱乐。1月11日凌晨，小 S 在微博上晒出两张照片，称腰真的要酸死了，人却还是这么美，天理还是在的。照片中，小 S 素颜出镜，头发凌乱，摆出一个标准的微笑，面对镜头俏皮地眨着眼睛。有网友在评论里说，一直觉得你很美怎么办，小 S 理直气壮地回复道，试试啊，干嘛反对。分享赞相关阅读舒淇感慨，人生横逆是必然，衣着宽松变佛系女时髦。一娱乐1月11日报道，舒淇在微博晒出一张照片，称把人生横逆当成是必然，以及是上天给予的一种游戏，并贴心标注是《重生》一书中的语录。照片中，舒淇站在一幢古建筑门口，穿着长款黑色羽绒服，戴着帽子、护耳，全副武装。她微微扬起头，面带笑容，似乎是在凝望蓝天白云、柔和暖阳，超有气质。本文来源网易娱乐，责任编辑张楠 NK4501。 分享赞相关阅读